心内受啥人，不知心内恨啥人，薄薄的胭脂你要创啥？我要找妈妈啦，妈妈不是回来啊，伊人去倒。老文，来，来乖。爸爸跟你讲，妈妈吼这两天去照顾阿公，人伤忝，人无爽快，啊，等于伫外婆家过两天啊，妈妈就倒回来。不会啦，人爱妈妈啦，我咪妈妈啦。啊，妈妈就无伫个，啊，你找妈妈是要创啥啦？妈妈会替我准备早餐，甲用头毛。好，带我去上课。昨因为妈妈去病院照顾阿公，你阁无伫个，害我头毛无白去上课，大家拢在笑我。那文乖，那文吼，真老哦，啊，家己洗头吼，等下爸爸带你来食早餐，啊，无上课白赴哦。不会啦，我要食妈妈做的早餐。我要妈妈陪我用头妆，我要妈妈回来啦，我要妈妈回来。好了啦，叫你别吵，是无听会到啦。等会，乖乖乖，莫哭吼，爸爸笑。好，好啦，阿文。无安尼啦，礼拜天吼，爸爸带你来去找妈妈啦，安尼好不？吼。真的哦，明仔早我去找妈妈，我叫你别夸我，我就有阿公了。老妹，赶紧去换衫，阿无上课会袂赴哦吼。好，乖。干嘛做下你哈？老人哦，阿奶来。哎呀，阿爸真是呐，阿宝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喂。所以不是在上班。阿爸，免烦恼啦，我甲阮同事哦调班，阿爸无上班，得赶紧赶来看你。阿无吼，我袂放心呢。是安尼啊。嘿啊，嘿我。嘿，无啊无啊，你即摆创啥？你今日他妈好高啊！啊！你袂安尼买一挂水果给阿爸吃哟？有啊，我问阿爸看要吃啥，阿伊就讲唔啊，啊我就无去买啊。是啦，唉，我都袂爱吃你咧。阿爸，看看你要吃啥物货吼，我即摆吼赶紧来买，好不？哦，啊你哪会安尼变甲遮骨力哈？啊，伫咧厝的时阵，你都唔捌问讲，哎呦，啊，你看爱食啥，我来买。今仔变甲安尼，遮骨力啦。嗯。无啊无，你讲个啥物意思啊？是你护长啊，我护长啊哈。我好啦，等你有一天哦，倒当个袂顶袂当个时阵，我甲写互你食啦。你讲啥？等我就跟你算账。好啦。黑妹。阿妈你啊。啊，你是台西来啦？我了，会再看落来啦。啊。安尼你现在转去啊啦？我来接班啦。阿伯啦，你是空调啊，唔对啦。就是，
嘿啊，囡仔应该家用啊来接，唔才对，哪会你来？这无你的代志啊，你用恁转去啊啦。啊，无啦，唔免安尼啦，遐家用啊，等下就来啊，你。啊，你有来甲我看就对好，你唔免过来照顾我。家用啊吼，都有代志，你哩袂当来啦，我唔才替来甲你照顾。哼，哎呦，啊嘿啊会当代替哟。安尼要怎哦？我嘛请一个菲佣来代替照顾阿爸，安尼就免安尼走来走去遐远啊！你即摆是，你即摆叫做讲啥物啊？你头壳歹去咧，你咧请啥物菲佣啊？迄语言都未通啦，啥物请？好啦好啦，你也唔来，我家己来啦，我家己来啦。人家用啊吼，开始中央临时有代志伫咧，啊未当来，啊我代先来看恁阿爸，啊你著待遐安尼细细念哦，啊像你啦，昨午安尼办三四点钟，我才到伊啦，安尼你安怎讲？哦，老婆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著早早著出门啊，是安办三四点钟到呀？我问啊，你走得无远啊？哎，好，好，这无咱代志啊，咱就来等啊。阿爸，无我来等啦哈。好啦，阿车都开好好，有听无？哎，无啊，你含姐要收转来哦。对啦，哎，阿爸都唔吃咩？哎，无你，哎，阿爸，我来去哦，再见啦，阿爸你也再见啦。阿爸，有我来走啦哈。好啦，先行，吃含姐含爸。海文，你阿这个镜头来拖连证人，那么晚死死的较快活嘞！哎呦，社长啊，我不知你哦讲这个话啦。大英，哎，兄，我一项物件要给你看，你看是啥物？欢迎你加日本公司，恭喜你！多谢你，我想袂到讲吼，这边找工这么顺，这么紧就找。安尼真好啊，这代表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是啊。阿哥，你感觉进公司妥当无？我对这间公司的印象袂歹，而且吼，我做甲伊这间汽车修理厂的。哦。安怎讲？会话。你敢知影？伊迄间公司吼，面试的方式哦，甲人拢无共款的。伊吼先带我参观因工厂的设备，刷落吼，佮放一款公司介绍的录影片互阮看。另外，你是毋是做特别？听你讲起来，也真趣味呢。嘿啊，也佮有吼，阮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做一个真简单小小的测验。怪客气哦，我第一个听讲哦，汽车修理厂的生活员爱考试呢。哪会讲起？你是经过考试？人家采用你的哦。其实我感觉迄哦，根本都无想考试啦。伊只不过叫阮写一寡啥物参观工厂的心得，啊，佮一寡修理车的基本常识，啊，佮有吼对因公司的看法，啊，佮自我介绍安尼尔。我安怎讲？会吼，即边我一定好好认真拍，绝对袂互你甲阮合作。只要你认真做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嗯。啊，惨啊！什么代志啊？我跟你讲到遐欢喜，我煞袂记讲，我搁会照顾阮阿爸。刚才讲我拄仔去上班尔，我哪有可能请假？这个你免烦恼啦，我已经想好办法啦。照顾恁阿爸的代志哦，我替你来办。你有啥办法？你免烦恼，只要你用放假的时间，等你看恁阿爸病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敢袂用？我是惊讲阮阿爸会误会我，讲我无关心你啊。都在讲，你妈可能嘛无了解。哎呦，叫你卖烦恼就卖烦恼啦，反正吼你听我的，袂唔对啦。唔是安尼，你敢袂用甲我讲，你要用啥物？好啦，坦白甲你讲，我已经请我妈妈代替你去照顾你阿爸。谢你谢你，豆豆啊，你咩样你听下好啦。嗯，我这代志想要问你者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你尽量讲啊。是安尼啦，你是啊吼，阿勇在家，我歹势问你，现在转去啊，我想讲要问你者。啊，是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啦。对啦，阿文，
我寄伫你遐，要予嘉英啊，我会使寄钱。你唔做条嘉英啊？无啊，哪有？你是听谁乌白讲安尼？是啊，就是讲，你若摕好伊哦，就教囡仔，迄钱啥来伫乌白母恁啊？也系无去上班啊？你看，也无来咧顾我。哎呦，你哦，莫想遐尼济啦。那你寄我的钱哦，我一生五年哦，拢无甲你拍起家己啦。你做你放心。好啦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恁家英啊吼，即久是安尼足认真拍拼，伫咧学功夫呢。功夫，当然嘛好啊。遐家英也是伫咧卖厝的公司，伫咧做业务咧共卖厝，啥物伫咧学功夫咯？那会无？那阮阿芳甲我讲啦，讲家英啊吼，较早迄个头路吼，已经死掉啊啦。啊，即卖哦，讲去带一间安尼足大间、足大间的保养厂的内面哦，伫咧学西啊。讲有影？太无影咧！那阮阿芳哦，佫甲我讲咧，讲迄间大间公司哦，毋是讲安尼进进菜菜的人哦，就会当入面的，都爱考试。哎呦，恁家爷啊哦，是考试入去的呢，所以哦，伊安尼去上班无几工哦，啊，就歹势甲公司请假倒来照顾你。我毋只会答应讲替伊来照顾你。我也是唔相信，家爷啊，这个教育哦，我想了解。哎，伊袂食伊款的苦啦，你免阁退伊个颔个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天啊地啊，好遐饭咧啊！但我的个性你也毋是咧毋知影啦，我有啥的就是讲啥的啦，我袂乌白讲啦。你若安尼，我就放心。用句咧，听伊讲，伊做的甲你想的无同款啦。你都唔免烦恼遐济啦，你无听古早人伫咧讲哟，子孙有子孙福啦，啊你家己的身体吼，若顾好用起来，安尼上要紧啦。你是不是新来？对，请你多多指教吼。对，唔客气。你这车要换人当狗，你搞下子哈？歹势哦，还是要先跳到。先把螺丝拔开啦！你这种基本的你也袂晓。歹势歹势，无我即摆就跳哈。跳好势啊！啊，你是有北啊无啦？北啊，你会当过，你顶当个袂顶当？啊，东西我拢知影啊。吼，我你气死嘞！该北你唔北，不应该北我北了了，哈！歹势，我亚顺讲哦，像这螺丝跳起来，因当讲我就用咱办去，煞知影。内底讲死的螺丝你唔知影听？啊！原来是安尼哦，还佫有啊！以后若要拆，按你内底即四个螺丝先拆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其他免拆啦，遐若无哦，敢是螺丝你无投入了，你就哎呀啦。我去帮你拆，好。奇怪呢，我捌看过你的资料啦，是欲读汽车科的，我看你甚物拢袂晓嘛。欸，你读这是干开车拼去哦，啊？我都毕业伤久，较早嘛唔捌坐外口坐，所以拢袂。赶紧啦，阿平，我已经真好啦。好啦，你好好放啦。等下啦，放好的时阵啦，我甲教你安怎教安怎讲啦，哈。
讲妈妈今仔日就会家己回来啊，我哪会无看到？阿文，爸爸甲你讲吼，妈妈吼可能临时有代志，无法度回来啦。你赶紧去写功课，吼。我不会啦，我要找妈妈啦，我要找妈妈啦。妈妈无回来，我才无要去写功课。阿文啊，你安尼无乖哦，无听话哦。妈妈若知影吼，会作生气，你知影无？我不管啦，我要找妈妈啦。你卖咧哭好无啦？好啦，爸爸就老实甲你讲，妈妈已经无爱你啊，走啊啦，伊袂倒转来，你莫搁想伊啊啦。我无相信，我无相信，妈妈要走啊啦，妈妈。阿文乖。阿文，是的啦，爸爸吼拄则讲话有较大声啦。阿文，爸爸吼，都找一个阿姨甲你照顾好无？我无爱阿姨啦，我只要我妈妈啦，妈妈。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阿妈妈就走，无爱你啊。爸爸吼找一个阿姨来甲你照顾，无吼你无人照顾，爸爸会烦恼呢。妈妈会当照顾我。我无爱伊啦。阿文，乖乖乖，你得爱找妈妈回来。我的妈妈，爸爸，你去叫妈妈回来好无？好啦，我爸爸吼，即摆就来去找妈妈啦，吼。爸爸，我跟你走进去。阿文乖，你当初写功课。爸爸来去找就好，无妈妈吼，若回来知影你无写功课、无听话吼，伊会生气哦。吼，爸爸即摆来去吼，来去找妈妈吼。爸爸，你一定爱甲妈妈找转来哦。阿文，爸爸一定会甲妈妈找转来，你放心吼。爸爸来去吼，啊，你要写功课哦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安尼由头甲面。阿辉吼，伊当然后头厝啊啦，一寡代志甲我放，害我雄雄煞毋知要怎处理啦。伊走去啊，那恁你毋着无得离婚啊？阮两个冤冤的吼，伊冤的着做伊走啦。那即届，我免甲要求吼，伊着主动家己签字啊啦。看你敢若真无欢喜，你是后悔啊？哼，后悔。当阮两个翁仔某已经冤到这个地步啊，他有啥物好后悔啊？我即摆烦恼的吼，是我目前的困境啊。困境是啥物困境啊？当我逐工在照顾阮查某囝，接伊上下课，即摆阮阿爸咧破病啊，我三工五工就爱等伊装卡甲照顾啦。公司的代志都一大堆，无我亲身去处理都无法度解决啦。啊，代志这么多，我是要怎处理啦？我实在靠某咧收，你知影无？无要紧啦，坐。妈妈来了，总有解决的办法啦，对吗？我知你讲的意思，就是紧事看办着。要唔过，即摆厝内甲公司的代志拢积极做伙啦，我是要怎处理？我规个人拢公车超，我强要抓狂啊啦！浩总，就敢若你讲的啊，紧事看办啊。头前吼，你要先甲恁阿爸和恁查某囝的代志先安顿好。啊！若公司的代志你若无去呀，你就交代给我做，安尼好不好？真多谢你。即摆吼，干那你一个人会当了解我的心情，干那你会当分担我的代志啊？你莫搁讲啊，咱的代志无要紧，即摆上重要就是解决你的问题。喂，是毋是妈妈？
阿文啊，是我啦，姨婆啦。啊，你妈妈不在嘞吼？姨婆，姨婆，妈妈不爱我，妈妈走啊，我没妈妈啦。啥呀？你是讲你妈妈走啊？是爸爸讲的啦，爸爸讲妈妈走。